钢筋水泥构筑起城市的骨骼与肌理。城市的建造者是中国2.8亿农民工中一个庞大的群体——建筑工人。从农村到城市，他们不曾停留梦想的脚步，却往往因为大山的阻隔而愈加艰辛。 我今年51岁，是布依族，祖祖辈辈都在大山里。何兴平，贵州省黔西南贫困县的农民。年轻时，他凭借在村里盖民房，学会了泥瓦匠的手艺。如今，他到县城打零工，用自己在建筑工地上挣到的钱，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验不过的话，你们要重新再来做一次，那就是不开工钱的哈。多年来，何兴平除了要供养3个孩子读书，还一直照顾着自幼患病的姐姐。原来我都想去出去大城市去打工，但是想起来就是去不了，想都不敢想这些，不敢想。王君金，上海钧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成立全国第1家包机公司起家，到目前拥有3家 A 股上市公司，钧窑集团已成为拥有员工15000余人、名列全国100强的民营企业。最近10年，钧窑集团旗下的吉祥航空崛起为长三角地区一家知名的民营航空公司。未来几天。 王君金将走进何兴平的生活，飞越一段从未体验过的心灵航线。2010年这段时间，我住县城打一些零工，做的就是堆砖啊、跟人家堆沙子啊这些。 省里面就是没有多少活路，没有熟人去找一些活路啊，都是很难的，都是要经过有人介绍。不管你是得到多少，你都要做。董事长好，这是您的衣裤和一些行装。这个鞋子我是20年没穿过了吧？董事长让您换装。好。还行吧。 您要全程体验农民工的生活，您的新身份一定要记住，您是叫王斌，45岁，江浙一带的，到这个县里面打零工。您原先的手机和钱包都要没收，就是200块钱的现金。200块钱嘛，那肯定不够花喽。您看一下您的泥瓦匠的工具，这是用那个浇那个水泥的吧？还有什么吗？哦，这是也是砌墙的。 把砖头拿起来，咔嚓咔嚓放上去，然后敲敲。泥瓦匠要比较辛苦一点。怎么样啦？好吧，像不像？太像了！太像！我来给你们砌墙来了，完全改变形象了啊！你们反正把各自手头工作安排好啊。今天晚上会有台风。 所有的口子，下面公司都打一圈电话啊，叫他们做好防台工作。没有急事别找我啊。我们送你到门口啊。那编织袋给我吧，你们就这样，别送了啊。啊，我自己走了。好，拜拜。农民工也是生产力，参与城市建设。期待我去学一点东西回来，不单是经历了，最起码要学会一门手艺啊。贵州省望谟县地处中国西南部的国家级贫困山区，32万人口中。 农业人口的居民占据了24万，由于被大山环绕，交通不便，他们中的一些人只能选择在离家不远的县城里务工。走出大山，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你要真正的感受农民工的他的经历，他的所思所想，那你还得深入了解他，深入体验他。 体验他的生活的方式、工作的方式，也是自己一种经历，也是一种修炼，会更有同理心。接下来的几天，王俊进将隐藏真实身份，乔装成一名建筑小工，体验工地上最为辛苦的体力劳动。这里工头胡师傅在哪里啊？胡师傅啊？不知道哎。你是工头吗？我不是。 啊，那工头呢？这里是谁呀、啊？工头的符成林在吗？啊，王师傅来报道的。那我带你。好的。新来的王师傅这边你们多学习点。好，我叫王斌。地面看起来他又胖，又戴上眼镜，像个先生一样。 不像我们做工的材料。那么你就跟我做嘛。何兴平分配给王俊进的第一项任务是辅助他把沙子装载到手推车里，往返运送。一天我们要拉上多少车？一天100车。我们今天拉了多少车了？已经拉了20多车了。在接下来的1小时里。 王俊金将同师傅何兴平一起运送20车沙子，这需要他们往返推车40次，弯腰铲沙1000次左右。啊，你来，我来带，带带重了呢，你还不熟悉，刚刚来你做不惯。铲沙是工地上纯粹的体力劳动，大约铲50下沙子才能凑够1车，每车沙子重达200余斤。 一般都要2个人合力运送，才能完成。好嘞。急坏了，不20多天要搞完吗？来是要出力的嘛。我想他就是不会做这些活路了，但是做活路的时候他是挺用心。了解他们平时怎么工作的，挣点钱要付出很多辛苦。 我如果再干1个月的话，我什么减肥都不用做，肯定是跟何师傅一样了。何兴平在工地上长期做建筑小工，小工是专门做杂活的流动工种，属于无固定岗位的从业人员。运完沙子，何兴平接到通知，被派往一处正在施工的楼顶绑扎钢筋。 来，怎么绑？你做一个，我看一下。这一头背心全部绑，2根，一根绑。你不要拉得太长，绑了2圈。哦，我知道了，是这个是要勾过去的。所以这个抠，我先给它往上。在王军金学会了基础的绑扎要领后，何兴平为他分配了工作任务，协助自己在2个小时内完成2000根钢筋的绑扎。 虽然他有一些方面没有达到规格，但是整体表现是挺好的。想做这个活路，他才卖那么大的力。要是他不用心的话，他没有出那么大的汗。你们这里绑钢筋的时候，你看看。 宽度要一致，宽度一致。你这个就太大了，要和这边一样小一点，再按我们标准来做，但到时候会返工啊。一边弄的时候一边看一下周边这师傅是怎么弄的，然后你就怎么弄，好不好？好。一个熟练的钢筋工，每小时的绑扎数量可以达到3000根左右。2个小时后，王军金的钢筋绑扎数量大约为600根。 这个因为还要蹲着嘛，一般人会吃不消。偶尔干一干，我已经大汗淋漓了，几瓶水也顶不住，所以都不容易啊。平时就这么休息啊？能睡得着吗？靠着？能睡得着，到一下就是睡下去了。休息个十来分钟吧。下班了以后，有时候饭都吃不下，要休息好长时间，要2、3个小时才吃得下饭。 整个学校工地再过10几天就要完工，但由于人手紧缺，很多房间的室内装修还没有完成。 何兴平接到了一份临时任务，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为一间毛坯房铺设地砖。来，我来。这样。嗯。你不是这样。嗯。这样稍微比一点。多了吧？还是多了一点，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 磨水泥是我最难，敲呢也是有技巧的。你下面不平，你得反攻，所以最好一次过。用力一点嘛，这样。嗯，6公分，也差不多，这也差不多。就这样吧。你就做了这么几块啊，师傅？对。那你们做这个高度，你们看没有？ 高度看了差不多，不是差不多，做的不能高的高，矮的矮，我们这是学校。你去那边拿一块砖过来，不要在这里一直看，斜的不要干活。对，干活干活。我说你这里要吹它一下，是吧？师傅，你这打浆子这个耳朵少打点，不要浪费了，好不好？他说能做多少，我是给你们算好的，不能给我浪费了。要保质保量哈。每次说你的话，你都回答的挺好的，一做。 就做得不好，好，我们努力啊！今天要是再做得慢了，明天我就不要你来上班了。没有跟他说清楚怎么做搭配，空讲说了，那我就是很内疚了。一天在工地是不容易的，是要花很多力气的，有些还要有技巧，没有亲身体会是感受不到的。 工作了3个小时后，何兴平与王军军合力完成任务，共铺设地砖40块。现在我们一天有多少工资啊？这些大工程得多一点，178这样嘛。那得接着一个月了，干30天干不动了吧？有休息吗？下雨天，那里面有河路的话，我们要做。除了万摩县，出去做过工吗？没做。 真的在家里面做那个民房，最多的就是在134这一块。村里的一处民房，明天就要开工。何兴平决定离开县城的工地，回家去盖民房。虽然收入不及县城，但他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人。何师傅，我们现在到你家要多少时间啊？40分钟。 洛郎村隐匿在大山深处，全村500多户人家中，尚有21个家庭深陷贫困。啊，好嘞！大家好啊！ 不好意思啊，来打扰你们了啊！啊，给添麻烦了啊！我这来学徒来了啊，这是我师傅啊。兄弟，这个是我妈，81岁了。哎呀，奶奶好啊！这是我老婆，那个是2年，这个是3年啊。上班了是吧？对。那是我2姐。答应你啊！ 我来试一下，来，何师傅，那你现在什么玉米啊这些，一年有多少收入啊？一年是能得到1000斤左右吧，1000多点。现在卖那个1块钱1斤嘛，弄半天才卖1000块钱，一跌算下来没有50块钱。这个1000块钱划不来啊，划不来啊，就是你嫂子就在家里面就是没活看了，必须要去做一下。那占你几亩地啊？1亩多地，2亩地。你们家鸡种在哪里啊？养猪、养鸡、养鸭都是稻田，鸡啊那些鸭自己喂死嘛，像是瘟疫一样那种。然后该到卖的时候又便宜了，然后基本上都是稻田。那你现在还有什么收入啊？其他的没有啊，出去做一些小工啊这些。那是我公妈有点不舒服，然后我明天还要送她去那个医院，然后我先送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去医院？对，明天还要去住院。你二姐的病怎么样？她的病时间太长了，有时候就是下身痛，有时候是上身痛，有时候是全身都痛。要是她动的时候，实在是全身发呆发软，经济太困难了，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现在你姐这个生活、医药费都是你这边负担了吧？最主要的就是我这边，我们这地方也没有什么收入，虽然吃饱饭，油盐还是神菜问题。那你这些年不容易啊。家里人多的话，靠一个主力去干活，养5、6个人，他自己靠这点工资出去务工回来，是肯定不够的。山里的人挣点钱更不容易，也是会腰酸背疼，第二天还得照干嘛。集团董事长乔装改扮成建筑小工，走进贫困山区，感受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的艰辛。今天要是再做得慢了，明天我就不要你来上班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险情之后，能否完成接下来的挑战？走路不敢踩了。敬请关注《城市梦想》。大山里的安宁一如往常。民房的开工仪式即将举行，王军金决定跟随着师傅何兴平一同前往做工。修所瓦当官有官，最近女子上有方。供我主任修瓦当，谢谢鲁班师傅保我们安全。这要盖多久啊？10多天吧。你这个有图纸吗？没有，全部都熟练工。我来一下，来你来试一下，直接装头架下去。哦，这样推，这样推。哦，压进去，压进去，把它打平，和这个一样。嗯，你刚刚学就是有点难。像这个铺砖那个，确实有技术。我发现这个不是1天2天能够铺得好，而且呢也很辛苦，要熟练，要经常练。就你把砖底给叔叔。你儿子啊？是我儿子。没上学啊？今天？假期。蛮好，小伙子挺好的。何兴平的儿子以前不爱学习，为了让他念完初中，何兴平宁可多交学费，也要把儿子送到临县一所全封闭的寄宿学校做插班生，每年只有寒暑期才能回家几天。学什么运动啊？那你怎么样？你现在跟你一样大的摔不过你吧？在学校里面是摔不过。我看你挺结实的，来看看。哎，阿姨还是有练的啊，我也有的哈、啊，你信不信？这是肥肉。肥肉，肥肉。我们试一下，扳一下手啊，我试一下你的手力啊，手劲大不大？好，来用力，继续用力。用力，再用力，可以，可以，很好。这家里你熟悉的对吧？带我转转。背那么多啊？自己采啦？家里给你零用钱吗？对，一个星期给50。哦，上学都是我姐去接送的。现在怎么样？他回来你开心吗？开心啊。他陪你玩吗？他很忙啊。他现在忙什么？他一直照顾我姑妈。哦，你姑姑身体不好是吧？对。他生什么病啊？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很累，天天都在转院里面。他没去医院看啊？我姐和他去医院。你姐姐会做饭了吗？我们家都会。 你也会做饭？烧肉，还有会煮鱼。啊，你可以啊！主要是哪里不好啊，你大？这个真是这样的，写好写文学买不动讲是文字样的。 有没有感觉心慌、胸闷、呼吸困难那些啊？那些有的。你从病到现在到过什么地方看过没有？他只要一痛的话，就会去那个认识的一个去那里打针啊，只要一痛就去那里打针。颈部这边痛不痛？这边痛不痛啊？双脚的关节痛，这些痛不痛？这些也痛。他的病历你带来没有？带来了。到那里检查也就是。 检查不出什么，有那个早搏嘛，还有一个是胃糜烂。现在就安排你到隔壁去输液治疗就可以了。对啦，我们在食醫院咧，阿哥見解藥又見不夠啦，我對眼呢。 你會住就有啲將嚟，對啊，你嚟做呢個單人嗰個對。何兴平的大女儿中专读篮球专业，刚刚毕业不久，她来到县城里当协警，属于临时工，收入微薄，每月几乎没有存款。这个摩托车要多少钱？买的时候4000多吧，也买了8年了。 刹车不太好是吧？用挂档来解决是吧？刹车要修的。现在可以用，没问题。刹车不修挺危险。由于急着赶往医院送钱，面对车况临时出现的反常，何兴平已经无暇顾及。没事吧？没事。嗯。 哎呀，来，先把这个弄好。这个狗也够笨的，就这么过来了哈。没有问题的。怎么样，发得起来吗？发得起来。哎呀！对你自己才看不完了，我等下要值班了。何兴平的姐姐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医院开药或输液，一个月平均300元左右。 一年将近4000元，多年来，何兴平先后花费了8万余元。都是一家人，都是一个包子下来，很费心，照顾这些。一起呢就是兄弟姐妹。2007年。 国家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政策，以减轻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负担。然而，由于何兴平二姐的病迟难以根治，需要长期诊疗，多年的支出拖累着这个本就贫困的农村家庭。情况怎么样？大的问题没有，但是小的毛病也不少，也有心慌胸闷，还有一种冠心病，四肢关节也疼痛。 胃也不好，加上年纪大了，休息也不好，他一个病拖了他一家人的贫穷。这段时间你还是亲自帮他把关，啊，看看哪里改善了。此时何兴平发现，之前山路途中的意外让王军金的脚踝有些不适。哪个地方痛啊？脚，走路不敢踩了。这个地方痛啊？嗯，就这里这一圈。崴了以后就是筋拉伤。他骨头应该没问题。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脚抬高啊，抬高一点，给他消肿好一点。实在太疼了啊，给他吃点止痛药。 哎呀，稍微不注意一下，就是哎呀，真对不起。你鞋子脱了，然后拴我这个。这里，再来动。这个点。那看了以后才崩，现崩的没有效果。我们在山上啊，经常遇到的，稍微不注意一下就翻了。所以这些药家里面随时有。这房子什么时候盖的？16年了。 花多少钱？3万多。我家的房子之前是一个茅草房嘛，就是没有房间住啊。前2年3个娃娃凑在一起，16年我才把那个茅草房推开了，装修门啊、窗子啊这些都是欠人家的。房子取完了，正好就是1分钱没有了，娃娃又怕了，原来要钱了。 大赛发生了病，算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就是养4个，想起来就是挺难的。真的没办法。怎么样，你姑姑啊？好一点了。这么多年了，查不出来。大家吃大锅饭呢，那时候没有节制，所以就一直病到现在。他说有时候就是痛的时候就没节制，然后死了算了那种。这病拖得太久。 反正我们有时间的话，都会经常来照顾他。先打孤男，先顾我呢。但有时候也比较想的挺多，就是怕拖累我妈这些。有时候他也不想麻烦家里面，然后他自己生病了，然后有时候他自己去医院，就忍了去吧，不想麻烦我们。何兴平二姐一个疗程的医药费需要1000多元。 这对于没有任何固定收入的家庭来讲，是笔不小的开销。2年前，何兴平贷款养猪。现在虽然明知市场上猪肉的价格没到高点，但为了给二姐筹钱治病，何兴平不惜赔本，也要卖掉家里仅有的一头猪。是你买猪吗？哦，对吧？来，吃点板栗。行了，刚弄好的，来拿着，拿几个，别客气，来。现在这个收入要多少一斤啊？5块多嘛。这么好的猪才5块多，那5块多卖掉不亏了吗？亏是没办法。你看这个猪肉多好啊！你应该最起码6块钱吧？六块啊？要不要？5块多嘛，太便宜嘞。 最起码6块嘛！你看这个猪多好啊，一点肥肉也没有，全是瘦的。但这个猪皮厚一点。他猪买来的猪仔是25块1斤买来的，现在买5块啊，那我白养了。那个太细了，那个抬不了。来呗。6块钱啊，说好了6块啊。好到啊。那个25块买来的，你要知道，养到现在都白养了，还得贴钱呢，你知道吧？给他吃了那么多东西。他也不可能拿去贴，但是不跟我们贴呀。是啊。就说好他答应了6块钱啊。没有没有。拿去注册地吗？ 5块5、加2毛，最后5块7的。哎，你刚刚还说5块8，你这个老板说了不算数的啊。6块啊，就必须6块啊。多少斤啊？320这样。好了好了。可以了。90、70、80，1854块，对的。养猪是按这么养肯定划不来，白养，白养了还得贴人工，那你还养吗？不想养了，现在不敢养，亏的。 何新平家只有1亩田，无法供应一家老小的每日3餐。为了节省到县城赶集的花销，何新平家的女人们需要经常走进大山寻找野菜。Chẳng có ma được pin nắp lại á, ăn đấy cô cây, nhưng mà pin đến nắp lại cô cây tê thì chấm mà nó cao như vậy thì đây tê thì đấy, tại vì anh của tôi lão nên nhận không, của tôi mới cắm nên nhận không, tức sự thì anh còn phải。正在母女商量着如何走出大山的时候，在山的另一边。 与贫困的抗争仍在进行。近2年，洛郎村分配给贫困户家庭一些土地，用于板栗的种植。为了给二姐治病，何兴平来到山上采摘板栗，拿到县城里卖，这可以让他增加一些收入。这个是就这样做，这个树太厉害了，被谁宰了？你把它宰掉啊！边采边勾，脚一踩它就掉出来了。你看，我现在发现比这个效率要高。2个。 这一把就2个，要清肠清除这个。那是吧？以前总量有几10亩啊？总量40亩。那现在40亩如果多产出的话，收入什么水平啊？前2年跨考的就是没有收入，还等长大5、6年。5、6年果子长大了，以后40亩如果多收入的话，一年会多少钱？1万多啊，1万多到2万块钱吧。 那你干嘛不搞他100亩啊？没有那么多土地啊，租啊，土地租没多少钱的吧？你算算账没有？没有租的地，不会抛给你的，人家自己种过了，人家自己要。因为现在的务工多嘛，很多山林都空的嘛。现在哪个地方没有错的，都是公益林，不能干了。经济林少掉了是吧？我看看啊，2、3斤，你看2斤比你少嘛？嗯，2斤多。你看。 我这个3斤左右。那我这样吧，我去市场上去卖一卖啊，看看能卖多少钱啊？10毛以下。好。哎，累不累啊？还好啊。10块3斤，10块3斤。我了解，4块到4块3斤，4块3斤，10块3斤，10块3斤。 卖板栗！老板娘，板栗本来卖多少钱的？生的吗？生的。熟了会2块，熟了差不多2块。2块到2块5啊，差不多。2块1斤，我这里比较老实，没有卖溢价啊。好，正好，2块啊。哎呀。 5块，没零的嘞，没有你就加1块钱，好吧？好，多给你一个啊，10斤有吗？10斤啊，10斤差不多。没有了吗？还有。给我一半吧。等一下，够着。啊。一点给我吧，你全部倒给我了呢。全部倒给你啊？我想要了。他要买一点，好，分一点给你哈。哎呀，3块2。 哎，哎呀，那我也找不出来啊。好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啊，卖完了卖完了，一下就卖光了。何师傅，你修车啊？啊，修车了。怎么样啊？这车啊？这不行。把你板栗给卖了哈。哦，好的。这里41块多。哦，谢谢你啊。卖便宜了好像。 你觉得多少一斤啊？3块钱一斤。哎呀，我才卖了2块钱。我问了一下，他说是2块到2块5嘛。我说那两……人家是卖3块，卖2块，人家不抢的。卖了2块，怪不得被人抢掉了。哎呀，怪不得我说这么好卖。 接连筹钱，只是凑够了二姐近期的医疗费，但一家人的生活和2个孩子的学费，依然让何兴平感到担忧。正在这个时候，女儿下定决心向父亲吐露心声。ไก่คนไก่ละกูมากูมาไปอะกูไปเย็นเนี่ยยันเอาปั้นอู๋นายฟ้าน่ะไปคนหนึ่งตัวเดี๋ยวเชียงซื้อเลยนะโอ้ไปดูมีจีนเอาเวลาไปถึงเชียงนั่นตัวเย็นจะไปถึงไปดูวิอะกูถึงจะมากันกันในสังไก่ซื้อไก่เนี่ยมันมีกันในสังก็มันอยู่รออยู่รอเขาวิมีเจ้าเราอีเจ้าเราเราอยู่ไอ้ตามันเกาเหลาเราเกาอยู่นะ กูมีเต็งเราเกาหลีเกาหลีเกาหลีอันนี้กูก็นั่งเอาไว้เราใช้ไว้ทำไมกูอยากกูดีจังก็ถูกเลยสุดท้ายเลยเดี๋ยวมึงเดี๋ยวมึง 家里面什么困难都还是要靠他的，要是他出去了，光我一个人招架不住，所以我就是不想带女儿出去外面，就这个原因。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他哭，看到他哭我又想哭。家里面所有事都他在负担嘛，有时候看到他很沮丧的样子，内心很迷茫。怎么了？没事。 啊，没事没事。你女儿怎么了？你是不是给她提很多要求啊？你看你爸这个人呢，啊，他实际上压力很大的，只是呢，你爸这个人他自己放在心里不说。我告诉你啊，本来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打工，可能呢挣的钱会比县城这边多一点。 但是呢，考虑你们几个还小啊，当时，希望你们几个孩子啊，能够读书，能够识字，所以呢，你要多理解一点。我是不喜欢在这个小圈子，只限制在这个小圈子里面。你也想帮家里负担，嗯，但这个是不要急，慢慢商量。 就是家里面的经济条件不好，太贫穷了，所以对他们有一点愧疚，委屈他们了，真的。蹦，回来回来，蹦，走了。 走了走了，回了，蹦，走了。想好了吗？以后干什么？没有。想读大学吗？想。很多人不愿意读书的。不读书不知道做什么。最起码要把大学读出来，大学读出来才能够飞得出去。 我看你还是有想法的，所以呢，你有想法的就得努力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毕竟这么多年的包袱下来，不是一天两天马上能改善。现在不是说不是贫困户了，他就不贫困，他可能这个标准正好够了就出来了，但也有可能有些也会返贫的。 我的女儿那个忘母患了那个坏死手，协警吧，协警算临时工吧，他有多少时间能转吗？没有转，这种政策你可以通过那个公务员考试，通过要等着考试单位招岗。贫困户的话呢，有没有照顾？我们是鼓励用工单位吸纳贫困户，吸纳一人我们就给500元的这个补助。 设定于某些岗位进行跟踪服务，促进我们贫困户稳定就业。那么这里我们要咨询一下，就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抗病会有哪些政策？2007年就开始有那个新农合啊，新农合，然后你们帮他们交了吗？交了，因为他毕竟这个病是长期的。刚才嘛，以后他的抗病会有哪些政策？ 金重贫困户的话，可以享受那个4重医疗保障。如果都是在望茅县以内住院看病的话，是100%报销。已经多病了，不再享受4种医疗保障。有几种呢？剩下几种呢？医疗辅助、医疗救助兜底那一部分3项。近年来，我国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覆盖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截至2017年，贵州省累计400余万人次享受4重医疗保障政策。到2018年底，包括新农合在内的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达13.44亿人。今天，王军军的体验即将结束，晚上就要与何兴平一家告别。 300多，我还是眼光不错。128。哎呀，今天是洛郎村布依族的特有节日——板栗节。 祈愿平安，盼望丰收，一家人暂时忘却了烦恼，团聚在一起。你们几个运动的啦，带个篮球啊。那先洗手。这个保温杯啊，你姐她那个胃不好，喝点热水要保温。这个辣椒你喜欢吃的是啊啊。好好好好。来，今天是我们板栗节。我们只要过节这样会做这个弄。 过节啊，做五彩饭啊。特别是3月3日之后。这糯米你自己家有种吗？自己种。我试试看，来。时间越长的话，长这个颜色越好看一点。如果你常要仔饭那个，你做好了，一点。嗯，很香。香。二叔啊，你对未来有什么梦想啊？现在毕竟是年纪大了。 也没有想什么，想的就是要他们这些孩子全部都能够把他书读完了，就是我的梦想。找到好工作，对吧？啊，要他们的努力啊！你期望他们努力能够更好哈。嗯，嫂子，你有什么梦想以后啊？啊？那你的最大愿望呢？想走出去啊！我比较喜欢教那个篮球嘛，我也想教那些小朋友嘛，我也想自己当一个教练。你妹妹呢？你有什么追求啊？未来啊？赚钱啊！赚钱啊！啊！ 赚钱可以帮你爸减轻负担哦。对啊。好了，你怎么样？有什么梦想啊？这个是，这不是，我是以后呢想当老板。想当兵。想当兵啊！那你的姑姑未来有什么想法？我希望病好。啊，希望病好。好的，祝愿你们全家 梦想成真啊！吉祥如意啊！祝你姑姑健康，祝你奶奶身体健康啊！兄弟，你以后要有什么打算呢？希望能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要改变现在的现状，改变我们现在的命运。我也是想把它改变啊！你一定成功，你的梦想一定成功。好，我努力努力啊！ 盛大的节日即将开始。 整个洛郎村沉浸在一片欢乐和喜悦中。这个衣服是我们布依族的那个衣服，自己做了。可以，好，好，正好正好。这是我们布依族的逢年过节的必须要佩戴的。 嗯，要带鞋的呀。这个、好，我们去三岔村里面呢做活动的。好，他还帮我准备了一个衣服，这是我没想到的。听说这个衣服一般是送给最亲密的，我呢是收到了。做个民族地区的村民的感觉，跟他们穿的都一样的大的布包，哎，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 在布依族，跳竹竿舞可以让人们寻找搭档、建立默契，连接彼此的情谊。原来不好是不合适好，生了有病，但是时间长了，好像互相变成了亲兄弟一样的。 大山里的熊熊篝火，点燃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希冀和梦想。我这次来，整个深入了解以后，我最起码知道怎么样更精准的去做一些工作，更有成效，更加可持续。帮就帮到底，确实能够帮到他们真正长期脱贫。 这些年的人，红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去这个抠，回去给它往上。 你爸这个人呢，他实际压力很大的。好嘞。累不累啊？还好啊。6块，啊，就必须6块啊。没事吧？哎呀，真对不起。 兄弟，你的梦想一定成功。好，我努力努力啊！他老叫我兄弟，实际上我是尊重师傅角度，我不能师傅称兄弟呀。但是呢，从内心角度，我也叫他夫人叫嫂子了，那些孩子啊都叫我叔叔了，就还是比较近，让人感觉一种亲情，一种温暖。兄弟，这次来是我打工啊，找到最好的师傅。这套衣服是留给你做纪念的，这个帕子给你的纪念，就是我们布依族的民族文化，不管它什么样，好说不好说，你都收一下。我就收下了，我收下了。这个板栗就是我们地方的特产。好，谢谢谢谢，我就带回家。你现在调药还不当好，就是我买了一片药，一定要杀一杀，多杀一点。好，好兄弟啊，好，希望你下次再来啊。希望你梦想成真啊，谢谢，能够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祝你健康啊，心理好，心理要健康啊，不要有压力。好，再见。我以后一定会再来这个城，再看看他师傅，看看他们女儿、儿子的变化，姑姑她的身体怎么样，下次也要回馈一下。从繁华都市走进贫困山村，企业家与农民工共同面对挑战，互相变成了亲兄弟一样的。贫病交加的农村家庭能否走出大山，摆脱困境？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改变我们现在的命运。非常谢谢。有梦想，就有斗志了。敬请关注《城市梦想》。3天的体验过后，王军金从小乡村又回归到大都市，去干了2天农民工，这种水泥瓦匠，榨干筋了，一个墩子是吧？这也会。对，榨干筋、推沙子，去干一天也就100多块钱。农民工也不是那么好干的。这坐他的后面的摩托车上他家。他这个年龄大概有多大？50多。他3个孩子嘛。要读书，主要劳动力就靠他一个人。啊，他姐姐生病，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东西来，协调一下，然后把我们的相关的扶持政策都能够给他享受到，培养他这个长期脱贫奔小康的一个方案。1个月后，何兴平接到了来自上海的邀请，带着2姐和大女儿出席一场精准扶贫的公益活动。此时的何兴平还不知道即将与自己的建筑工徒弟再次。你看看这个手肘啊，哎，哦哟，你好啊，你好，哎，这是我们那个中央集团的董事长啊，很惊讶了，那时候去到我们家那里好几天了，我都不知道他是这里面的老总，一个人都是懵了。算是送了我很多礼物啊！我给你带了一点礼物，你的泥瓦匠工具。哦，这球给你妹妹呢，啊，谢谢。这个摔跤用的，给你弟弟的啊。谢谢。这是邀请你的哈，到我们学校进修啊。那是我们的学校，啊。这个你姐姐的病，我说我们安排去在上海的医院去检查一遍。看有什么问题，身体好了就可以找点事做。谢谢给我们的帮扶，非常谢谢。首先欢迎我们何兄一家哈，上次在你家里啊，给我了积累了很多的经历。万亩板栗高产示范园，从种植到加工到市场，这是循环的模式，也是一个精准扶贫的案例。君尧集团开启了新一轮的扶贫计划。在贵州望谟县已有的10000亩板栗园的基础上，修建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并打造1000亩板栗示范园。下面我们请何新丽啊，请你上台。聘你为万木县板栗高产示范园管理员啊。啊，君安集团的新一轮扶贫计划已经是启动。3、2、1，来！上海中心，东方明珠啊！人是要有梦想，是有梦想就有斗志了吧？啊，看这里，看这里。 笑一点，好。新平新一定是兴旺平安，我相信他未来应该说是能够走向小康生活，国家有力度，全社会的参与，消除贫困是第一位。就让热血沸腾，熊熊的燃烧。 寻找黎明到来之前的春晓，迎着风奔跑，就让热血沸腾，熊熊的燃烧，迎着风。